你们都会挑那种很丑的。对啊，这就是很丑的、啊。刚刚戴这个比较好看，你戴一次我看一下。啊，你要先戴一下，我才给你买啊、哦。对啊，你戴镜子看一下。哇，好，去镜子这里看。哇，你看春风少年兄呢？哦，有没有超帅的？戴这个整个人都亮起来了，超帅的，还很搭很搭这个衣服。哎呦，啊，戴这个就是。啊，叫去给你叫妈妈买，我不要买。我心意要来吃一个冰棒呢、啊。对呀、啊。看这个冰棒。哇，这一只冰棒要50块。手做的水果啊。这里有柠檬的。嗯、啊。什么是黄带白带？这反正30块。四家。哎，它应该要柳橙吧？很。你接受？妈妈，我想。都吃柠檬的、啊。不要。那依依要吃柠檬吗？妈妈，我喝橘子的。橘子的好。好了。一个橘子，一个柠檬。爸爸吃柠檬。好了，去跟老板买。有要吃披萨吗？我一家就颠倒啊！这附近好像也没什么好吃的吧？这是披萨吗？什么？还是有特餐？有排骨便当。什么都有。有青云便当。对，还是这个。你要吃便当吗？好啊。我一个